Hello， 各位同学啊，大家晚上好啊，我是 Teacher Abel。那今天这节课非常好哦 ，Most useful a simple Chinese lesson。我相信呢，你在这一节课上会 learn a lot。OK， 啊，那我们主要是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我们 first meeting 对吧？first meet， 我们应该什么呀？怎么 self introduction， 怎么自我介绍？包括中国的名字 Chinese name， 啊，他们是怎么组成的？nationality and the address the family number， 啊，中国的一些啊非常有用的这个称呼啊。然后呢，第二个是数字，非常重要。有时候。那我们从学习的一到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 basic number 啊，你就可以什么？express the date， clock and code higher， and we learn about the weather， we talk about the weather， Let's go. I'm teacher Abel 啊。那这一节课的话，稍微做一下介绍啊。大家也可以叫我中文名字周黄林，叫我黄林老师也可以。我是2017年 graduate from 南昌 University. My hobby reading, and singing. 每节课的话都给大家唱一首歌。今天。一首小小的歌曲，好吧，叫小跳蛙，小跳蛙。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就变成太阳。长的眼睛，大嘴巴，同样长的响亮。借我一双小翅膀，梦想就飞向太阳。我相信梦想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小小的歌曲哈，小跳蛙啊，我的主要的课程呢是 HSK， BCT YCT course， I keep learning English， so you don't needn't worry， no worry， you can learn Chinese from zero to advanced， okay， let's go， 那。中国的名字啊 ，Chinese name， for example， my name， 周黄林，来打比到周，啊，黄林 ，yeah， 是两个部分，一个呢是 family name，family name， 也就是周，在英文里面呢，也就是他的 last name。那我的 given name 还有一个 given name 叫黄林。中国的姓氏呢有很多啊，我们有一本古时候的书叫《百家姓》（Hundreds） family names。周啊，王啊，刘啊，高啊，周啊，等等，那一般 given name 呢，会有它的什么呢？一些特别的意思啊 ，meaning 啊 ，special meaning。那有一些不一定啊，如果是有比较好的 special meaning， is a good given name。For example 啊，这个呢，比如这个 Jackie Chan 啊。是一个武打明星，非常有名，也许你应该知道，对吧？那成龙啊，这个是他的stage name， 他的艺名哈，他的意思是 successful dragon 啊，成龙，因为中国呢有非常好的一些wishes， 比如说希望女孩子成凤，希望男孩子成龙，Dragon， 那比如说这个
女演员巩俐。巩俐，巩呢是她的这个 last name， 也是我们的 given name， 啊不 ，sorry， family name。那这个俐呢是这个 clever 的意思啊，俐啊，姚明明 bright 啊。那 DJ Able 呢，黄玲呢没有特别的意思哈，然后Meaning。Huang is my mother's family name. Lin is the name of my countryside. So just combine together. Zhou Huang Lin is my Chinese name. Yeah. 那我发现呢，有一些外国朋友呢，你们取的中文的名字特别棒。像修文啊，我的一些朋友，还有叫做庭生啊，还有月龙啊，都特别棒，特别好听的名字啊。还有什么雨烟呢，都特别好听啊。那其实女孩子的名字，这个男孩子的名字呢，其实根据一些字呢也可以判断出他是女孩子的名字还是男孩子的名字的啊，非常有意思，跟英语也差不多啊。但是我们的 family name is last name 是放在什么前面的啊，这是跟英语呢不同的地方。OK， 那我们来看到这一个。那怎么称呼别人呢 ？Addressing Chinese people 呢？那如果呢是 good friend 啊 ，good friend here or family， 那一般是叫他们的 nickname， 他们的昵称啊，昵称。比如说 TJ Able 小时候呢，或者说现在我的一些小时候的朋友都叫我雨林。我是下雨天生的，就我有这样的一个 nickname 雨林啊。那如果呢在外面你工作了，比如说大家会叫我什么周老师，就是我的我的 family name 再加什么老师再加我的这个 position， 或者说 title，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他的这个 title 啊，或者他的这个职业 professional， 你可以叫他什么先生，周先生，周先生，或者说呢，如果是你的，你可以叫他周太太，太太，如果比较年轻，你可以叫他周小姐，周小姐，这个是。已经结婚的如果说你不知道他有没有结婚，来叫他什么小姐 Miss 是跟英语差不多跟英语也差不多了，好吧。OK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 pass 这里然后呢，你如果说你向别人介绍，我叫是吧，我是周老师，我来自，我来自，我是中国人。那你是，比如说这个 ask question， 你是哪国人 ？Which country are you from？ 我是美国人。这个很简单哈，就是呢，美国人都是这样。比如说这个 country， 有 country， 再加人，再加人。就什么呢，变成了 比如说日本人 Japanese 了什么 can 了很有意思哈。Chinese 中国人 country 加人。那如果你知道我来自中国， You know I'm from China， 那你可以问哪个省啊，具体的 detail 具体的这个省份的 province 或者州，具体的州你可以问你来自哪里我来自江西省，江西 province， 对吧？
那你如果知道我来自中国，你就不会问我来，你来自哪，你是哪国人呢，对吧？那你会问你来自哪里？哦，我就知道你问的是什么 province，或者 city，哎，那这个是这一页啊，还是比较简单，对不对？Right，OK，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家庭的称呼，how to，address family number，那这个呢图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啊，但我们先学习这一个，这个呢是祖啊，这个是祖母、祖父啊，跟 parents、grandmother、grandfather，那这个是妈妈、爸爸啊，你的哥哥姐姐啊、弟弟妹妹啊，这个很简单，对不对？那我今天呢要告诉大家啊，称呼还是非常重要。而且的话呢，跟英语呢，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 OK，for example，叫 mama's side，the side of mom，of mother 这一边的，那妈妈的这个妈妈。好，我们呢不跟外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叫外加个外公、外婆，那爸爸这边的 the side of father，他是叫祖父或者祖母是 OK 的，比较书面一点啊，那也可以叫爷爷奶奶啦。爷爷奶奶啊，那如果呢是妈妈这边，她的 brother or sister，我们是叫什么的呢？是叫舅舅，阿姨的，那这边呢，brothers，两个 brother sister，brother。他是叫什么？伯伯，我姑姑，这样叫的啊。但英语里面呢，就是 aunt、uncle，right？就很简单。中国呢不一样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地点、对地方啊。OK，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数字啊，非常有用的课啊，数字。number，那学了数字呢？那 learning numbers 1 to 10, you can count higher, say the date, learn the vocabulary for the months of the year, and the days of week, tell the time. What's time now? Find out the cost of something. 你买东西花多少钱，对吧？那都可以学到，很简单。OK，let's go. 那你学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那实际上 count higher，那这个十二，如果这个二呢是在什么 after ten，so it means ten，plus two 就是 twelve，听到吧？如果这 two 呢 before ten，so it means 二。multiply ten 等于什么 twenty？那同理22呢？it just 什么often before，so it means，multiply ten and plus two，equals twenty-two，is it right？那这个呢？比如说三十六，42，简单的吧？真的可以啊。count higher。那比如 for example，this one，how to pronounce？27，99，100，100，这样啊。这是count higher，大家掌握，
那时间有限，大家呢如果没明白再 much pray 啊。我们继续啊。OK， 那这个呢你学了数字以后呢怎么 what's the date？ What's the date？ 比如说这个 a days of the week，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这个还是比什么英语呢 a more easy 啊，星期呢是 week， 星期，那星期后面只加一二三四啊，星期啊，星期，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right？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六哈，星期日，那最后一天的 last day of the week， 我们后面加日，星期日，星期日。那除了星期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啊，周啊，一周 week 也是一样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最后的话呢也是周日。OK， 那还有可能Spoken Chinese 里面呢还会有礼拜一啊，到礼拜一、礼拜二、三、四，礼拜六到礼拜日、礼拜天啊，这个 Spoken Chinese 里面啊都是一样的。OK， 我们来看到这个 new words， 年烟呢烟烟年年夜月 mouse 月 how date 零 zero 零啊零。那比如今天呢今天呢是 last day of the February， 那是2021年2月28，对吧？28日，这样表达的。跟英语呢不一样，那我们是大的时间单位放在前面，那英语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英语是呢，February。28日，然后是2021 different 啊，这呢是the date of the week and the date of month 大家要学啊 ，the moment 月份大家要学 month 啊，月一月二月三月。到十二个月，一年有十二个月，对不对？月，那只要在前面加个 number 就可以了。一、二、三、四，到十二个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月，一共十二个月。那一年的话，除十二个月，它有四个季节 ，four seasons。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春天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因为中国呢是这个季风性气候大部分，那它是四季的话divide 是有分别的啊，春天 spring， 夏天 summer， 春天呢很旺，包括秋天也是啊，我最喜欢春天和秋天了。夏天呢就比较热，这个呢到海边 beach 去游泳 swim。那冬天又非常冷啊 cold。那我最喜欢的是春天，春天在哪里呀？马上的话呢就是过了冬天了，已经过了冬天了，已经是春天了，但是还是有一点冷啊，还是有一点冷。OK， 那还有一些表达啊 ，express the weather， some weather words， 比如这个是太热了啊，太热了，今天还是太冷了啊 ，freezing 啊，太冷了啊。那描述这个是weather condition， 这里呢是一些描述这个天气的 weather， 那比如这个是刮风 winding 啊，下雨 raining 啊，下雪 snowy 啊。还有这个热啊，太热了，太冷了。
那这个是主要的，刮风下雨啊，不，描述天气还有这个，晴天 （sunny day），晴天啊，晴天啊，这个呢是简单的一些描述天气的啊，非常有用，对不对？这节课，那如果还有不明白的，message me and watch the recording video，OK，watch the reply，OK，see you。See you next lesson. Bye bye.